好，观众朋友，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大陆网友爆料的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2月16号，网友上传的视频说，北京市西城区的八大胡同全都封了，工人连夜加班封锁所有的路口，显示北京的疫情一直在加剧。网友2月13号贴出的文件显示，位于武汉的中共海军工程大学1月2号就接到了武汉卫健委有关肺炎疫情的紧急通知，并下令封校严控外来人员进入。而当时武汉和全中国的民众还都相信中共所说的不会人传人，被蒙在鼓里。2月16号，网友上传了一段当天下午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拍摄到的视频，画面显示医院病人仍然很多，有的还睡在走廊，而陪伴的家属几乎没有防护，交叉感染的风险很大。上传视频的网友说，那里全部是危重病人。中共用10天建成的火神山医院2月15号爆出两桩丑闻，一是医院屋顶严重漏水，病人被迫转移；二是参与医院建设的建筑工人有2人被确诊感染。据工人介绍，当时施工现场就有多人发烧咳嗽。1号区域交付后，2月4号开始收治新冠病人，但同时在2、3、4号区域工人则还在施工。